金刚台糖心灵糖厂举办地景艺术节，你看，远远的看就是无敌铁金刚，在用力看，你看那火车的那个轮子啊，齿轮啊，那，然后你看，创造出那个无敌铁金刚哟。白糖金刚有眼睛的呢，上面还有灯呢，最先进的 LED 灯还有烟囱呢，那个是火车头啦，有两个框框的镜子，象征那个火车头的框框呢，火车头的玻璃窗呢，很有创意。